你看那些游客上不上心，真上，看到没有，武昌火车站那游客舍不得开房，都在这里睡觉，看到没有，伤心了的。武昌火车站地下室这成了游客的宾馆旅馆，看到吗，都在这里睡觉的，看到没有，真的伤心，都不是东招西歪的，到处是人，来这么多，看到没有，他在这睡觉，来一直到那，看到没有，这点睡的人的，没什么伤心，都在睡觉，真是伤心呐、啊！到处是睡的人的，拉客拉客，难呐、啊！看的就是一片心酸呐、啊，真的是心酸的一幕。